朋友對我哋社民聯嘅支持，而且我哋亦都希望請到阿台長梁錦祥上嚟同我哋分享兩句。多謝台長，多謝曬。各位社民聯嘅會員，各位社民聯嘅支持者，你哋好嗎？各位人網嘅聽眾，賣飛電嘅聽眾，你哋好嗎？大家都痛我啦，所以我講少少嘢啦，其實四年嚟咧，大家都會知道，發展到今時今日呢一個狀況，或者有咁多支持者咧，其實係同網台嘅發展係分開嘅，特別係香港人網同埋 My Radio， 所以希望各位朋友今後繼續支持香港人網同埋 My Radio。 另外我自己有個人嘅心願，就希望鬱敏早啲翻去做節目，因為而家鬱敏唔喺度，我係真係熬底㗎。多謝各位，多謝。